Thank you.
所有作曲家请上台。今日好多谢，另外特別多謝我們的項啟圖校長贊助和提供這麼多的字和畫，今次呢個嘅音樂會，頭先嘅梁思仲的確係非常之感人，咁亦都係再次多謝作者劉振華校長。編曲係梁志軒博士。希望今次詩樂共融的音樂會，令到你們今晚有一個很難忘的一晚。其實我們香港教育學院文化及創意藝術系，其實在這個計劃裡面還未完的，因為最初我們想著慶祝教院20周年，就找20個作曲家20首唐詩作一些新的樂曲給中小學唱，但是呢再加上邝校长他的意见，说不如加上画和字，其实一个诗、音乐、画和字各方面的艺术的共融，其实我们将会是出版教材向各中小学推广，希望大家一路听音乐认识香港的音乐之余，也都是可以是融会贯通，理解我們中國的文化、古代的詩詞和繪畫和書法的藝術。希望日後我們如果繼續有什麼活動，大家再多些支持。現在僅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文化及創意藝術系，我們系主任在這裡，我不是主任是主任，不是主任。在這裡僅代表我們這麼多的工作人員，再次多謝參與的校長、同學、老師和我們的嘉賓，希望大家是有一個愉快的晚上，多謝多謝。Encore 是嗎？來，再來一次。每次唱完音樂會都會唱的 Shalom My Friend， 大家可以一起唱。
哋要翻學啦，聽日 OK， 再見，多謝曬。